这是我买的年网，现在我准备放进这池塘里面，看能不能抓到鱼。现在我开始放网了，我一放网就抓到鱼了，你们看，还挺大一条的，收网收网。这条巨鱼大不大呀？哇，好肥呀！我又网到两条鱼了，这一条是大头鱼，这一条是巨鱼。哇，这两条鱼好大呀！看一下刚刚的收获，现在给你们倒出来哦。这么多条鱼啊，这个应该是鲢鱼，长得还是有点小啊，待会就放生。啊，这个鲫鱼好大呀，拿来炖汤喝，非常有营养的。这个就是大头鱼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个鱼尾巴就变成这样了，畸形啊。总之收获还是可以的，好激动啊。现在把这条小鲢鱼放掉，回家啦。你看那条鱼还没走啊，是不是不舍得我啊？